哎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就是有没有对这一次我们WLF 这一次的活动，这一次的这个拳击比赛有什么期待呢？真的很高兴啊、这个中加这两个这个活动的进行。今天是第四届了，而且我能感觉到从刚才的画面，从今天的新闻发布会里面呢，真的看到这个活动很壮观，比赛也很激烈啊，肯定能吸引这么很多的观众。所以我主要呢看到就是两个文化体育的交流呢，这个就是作为我们安省，特别是安省下的这个政府，我们的口号是 Open for Business， 那你这个文化的交流从各个层面都会互相带动，都会最终都会那个就是会对这个旅游的那个文化都会有发展。那么这样就是你有旅游增强以后，对这个我们经济，对我们的整个的收入都会有很大的促进。所以这是我非常愿意看到。所以我本来今天有很多活动安排，但是我一知道有这个活动以后，我就特别把那个时间排好了，就赶过来。对，好了，谢谢，就这样。